现在我们将短路端子插入涂上模块中，摁下电源开机键，再拔掉短路端子，同时摁住中间的 H 键和降落键，再打开电源键，在出现英文字母之后松开双手，等待50秒之后，屏幕上方出现准备就绪，这次的对码已经成功了。